玩具。哇，小朋友们快看，好多的僵尸和植物啊，看来他们已经准备好大作战了呢。那让我们赶快开始吧。 The zombies are coming.哇，小朋友们快看，倒下了好多僵尸呀！那这一次是植物家族胜利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植物大战僵尸游戏了。那你们最喜欢里面哪一个人物呢？可以把它评论在视频下方哦。最后别忘了点击关注和订阅，让我们下期大作战再见，拜拜。